阿乔，进来，走了走了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没有用直播，因为这边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讯号不是很好，我们就简单的录影让大家看一下哦。修大料来，大大的对狼倒杀老雷，去吧。然后我有点鼻塞，所以声音有点磁性，就季节在变换呢，我鼻子容易过敏，所以有点鼻塞。来，去啊、哦，跟着去去去。大大好棒啊、哦！我大大好棒哎。睡啊、哦！今天是大大独当一面哦，哦，难得大大想运动了哦。耶，去吧，去吧。大大好棒棒。哦，给他大大想呢，想到了哦。哎、欸，大大你想不要咬石头，来去给泡你，我跟你讲。那头壳都歹呀，那喙齿都要歹呀。哦，大大今仔真正哦。今仔做球给你，啊，那也袂当安尼啦，阿娇，阿娇，给你追小鸟，松鼠，松鼠，松鼠嘞，松鼠在哪里？来，交给妈妈那边，对，去妈妈那边，要把队。好了，不要出一张嘴了。拿出一张嘴，可以去找妈妈，可以去找妈妈。哦，有我妈在，大大就是比较热情的哦。平常的大大呢，他基本上是非常的懒散的。哦哟，又跟起大大有道，哇赞哦！我要载我妈来哦，大大来求表现的，大大来求表现的哦。阿九，阿九，阿九，哎呦，蚊子好多！来，好多啊，好多啊，好了，好了，阿九，不要出一张嘴啦，给你叫叫松鼠，松鼠，松鼠在哪里？哎呦，松鼠哦！我这边蚊子好多，哎呦，大大，可搞来个啦！给去妈妈家滚滚。哎呦，来石头给我，石头给我，去吧。今天真的非常难得呢，非常难得，我们的林金大、啊、大大居然会跟着多多一起运动。平常的大大呢，跟九九差不多，就是这样躲在树下，也在休滚的休滚，可以纳凉就纳凉。哎呀，大大要滚了吗？阿妈阿九你滚呢，九九滚滚去。哦哟，爽啊！阿娇，爽哦！哎，松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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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！我跟你讲，我在这边呢，我的手已经被蚊子叮了，要几包了。我的头边呢，一直有蚊子在那边飞舞，并不是我有飞蚊症，而是这边的蚊子超多。哦，多多，多多，你真要赞的呢哦！去啊，去啊！啊，天气不错。最近我们这边山区常常下雨，但是今天算还不错。不过呢，预计啦，看这种远方的乌云就知道了，应该晚一点，应该就还是会继续下。我然后只要这种山区呢下雨，就是会有很多蚊子。你看我手被叮了一堆，超痒的。走起，进来。哦，九，你毛修一修，这样看起来很年轻呢哦，看起来比较瘦呢。哎呦，大大，好棒哦！是啊。大大，好棒哦！来，给我，给我。这里的。怎样，九九？啊？没有，你牙齿都快掉来。哦，神勇多多了。超神勇！阿乔哎，阿乔好棒棒哎，那个蚊子好多呢。蚊子超多呢，妈妈帮你抓笼，帮你按摩。就说其实年纪也大了啦，所以呢，其实让他可以很频繁的运动，这样就 OK 了哦，不要让他像那种多多这样很激烈。那大大的话呢，基本上他以后会走九九的路线，所以他现在呢已经在开始酝酿哦，就是。
不要那么快，那么运动那么激烈哦，保养一下自己的关节。那多多不一样，多多本身肌肉呢，肌肉量啊，跟他运动的什么耐力呢，都是比较好的，三宝里面算是最好的。所以多多是运动在保养，那大大不一样，大大就是靠他接近黑洞的脑袋来面对这个世界。好，哦哟，龙邦啊呢，哇，这边都蚊子呢，哇，超多哎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好啦好啦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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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整只手都是蚊子。给给，回家回家回家，哇，这边超多蚊子的，走了，多多不要在那边树下。我们今天就简单一点哦，然后我等一下要去复健，所以今天提早一点为各位做，也不算直播啦，今天是用录影的，因为我这边讯号不是很好，所以用录影的画质也比较好，你们也可以，我在切换画面呢也比较轻松一点，直播的话好像不大好切换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咯，啊，那个今天呢礼拜五了，再忍耐一下，等一下下班，明天送困个爸，祝你们周末愉快了，拜拜。